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直播互动性综艺节目，它是明星综艺中的另类，首创明星倒追网友的新玩法，它深谙互联网的嗨点，以弹幕直接影响节目走向。它融合直播与点播，实时互动，让每一位网友都参与其中，是它掀起互动的嗨翻热潮。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直播互动型综艺节目的是腾讯视频《看你往哪儿跑》，恭喜！